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纸片魔星，欢迎来到一天一Minecraft。之前纸片的影片结尾说了一句：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分享给你还在玩 Minecraft 的朋友哦。结果很多人听到了这个“还在”两个字，一直好像是以前的那些玩 Minecraft 的朋友都退坑了。接着观众纷纷开始感叹童年的消逝。不过事实上哦 ，Minecraft 是一个非常玩法多元的沙盒游戏。如果你已经玩腻了原版的游戏内容的话， 各种自制地图、模组、红石、玩家对战，或是 RPG， 还有非常多的延伸玩法，可以再陪伴我们度过沉醉于游戏的快乐时光。而我们今天想要特别讨论的是 RPG。其实纸片前一阵子约有2个月的时间，完全沉迷于一款名为 Wynncraft 的 Minecraft MMO 伺服器。 如果你对于 Minecraft RPG 有兴趣，可以稍微去查一下 OneCraft， 其实在玩家间的评价还不错。而作为至少营运了6年的老牌 RPG，OneCraft 官方最近释出了最新版的游戏预告影片。在影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由官方所揭露的各种游戏内容。一开始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壮阔的建筑，包含城堡、热气球、法师雕像与峡谷等等。 接着，官方马上宣称自己是唯一一个完整的 Minecraft RPG 游戏，口气之大，我们可以从影片后面所展示出的游戏内容来评断看看，包含完全免费的收费模式，让所有玩家都能够在全 Minecraft 最大的地图中探索，发现各种传奇战利品与宝藏，与强大的敌人与 BOSS 战斗，升级，让自己变得更强，并且解锁技能，透过敌人遗留下来的素材，也能制作属于自己的独特装备。 或是面对难以招架的敌人时，我们也能加入公会，与好友一同面对强敌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《Wynncraft》的完整预告片吧。其实，如果以比较严苛的角度去看的话，《Wynncraft》在 RPG 这个游戏类别上哦，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。但 so far so good，《Wynncraft》在整个 Minecraft RPG 当中已经是佼佼者了，非常推荐大家去游玩。在影片下方，你可以找到伺服器 IP。 最后要和大家说的是，这次的影片我有故意压缩时间长度。如果大家喜欢 Wynncraft 的话，可以再给我多一些回馈，我们再来想办法深入的讨论它。另外，如果 Wynncraft 对你来说太难的话，不妨可以加入纸片的 Discord 群组，当中有一个 Wynncraft 专属讨论区，你可以在当中找到许多大神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一天一麦块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